沿着山路，慈济志工依着名单一一接送要来参加岁末祝福的社区居民。老赵，三支石门交通不便，志工派出五台游览车，五条路线随叫随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编车号，那第一台是从石门到三支，那第二台呢从三支到就直接到我们大爱台来。那三支区呢还有一台是绕到那个安康社区跟共荣社区去山区里面去绕一圈。走入社区多年，大家感情如同一家人。一年一次的大活动，长者们都很期待。活动地点在关渡慈济人文置业中心，人人是捧着竹筒回娘家。慈济人也号召一起来如素，里长们更是特地出席。我一号召呢，马上就有十几位这个我们的乡亲啊，这好朋友大家都一起啊，共同也很高兴的要来哈。今天办好这个活动，让我看到非常感动。分享慈济人、慈济事，台上的见证有许多都是社区里熟悉的人事物，共同回顾也一同感恩，邻里间的关系又更加温馨。大爱新闻真心美志工谢云川、潘云华、张维祥台北报道。